无论相隔多遥远，仿佛你从未走远。无论分别多少年，好像你一直在身边。红墙白杨青瓦，谁在跋涉窗前弹着吉他，柳絮枫叶雪花，谁在小白楼长长的灯光下，借给我翻飘的兄弟，弟还好吗？图书馆为你占座的姐妹，她怎样了？那谁和谁在哪儿？那谁和谁可成了一家？老同学，说不完的话。老同学，时光雕刻的花。老同学，最真最美的笑。老同学，喝不够的酒。兄弟，你还好吗？图书馆为你占座的姐妹，她怎样了？那谁和谁在哪儿？那谁和谁可成了一家？老同学，说不完的话。老同学，时光雕刻的花。老同学，最真最美的笑。老同学，喝不够的酒。老同学，说不完的话。老同学，时光雕刻的花。老同学，最真最美的笑。老同学，喝不够的酒。相隔多遥远，仿佛你从未走远。无论分别多少年，好像你一直在身边。好，鼓掌！再是我们漂亮的姑娘啊，还有个漂亮，看一下那个我们新店市很大的官，这个副主任来，请讲话来。啊，对不起，来，你跑到永和去了，哎呀，不要我们，来讲话来。
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六年丙班林碧玲，那现在服务于永和户政事务所啊。那假如说有户政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就讨论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还要偷偷结婚的就找他去登记户籍就对了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小鱼，是今天早上临时说决定来来参加同学会，不得了，太高了，谢谢，来各位同学大家好，美女啊，我是六年丙班魏晴哈，祝各位同学事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，你看没有讲话，一个都躲不掉，一个都躲不掉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丙班张艳梅，谢谢。好，现在来往后传，来换这个更美的女孩又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丙班刘湘怡。真的假的？给点掌声，给点掌声。那我比你高一点，你要可以啊。我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丙班的周淑珍。刚刚有一个人一直喊我周淑珍，害我很害怕，因为我不认识他，不好意思。何仙姑，你不要跑，赶快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丁班的何永华。仙姑啊，仙姑啊，还记得我？哦，谢谢。大伟，你再问候一下啊！来，换一个小美来，小美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丁班的袁淑美。万一有身体不舒服的，突然可以来找我。我们都很舒服，不要怕，太美了。来，换一个更美的。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看着就知道，这个从来不变的，五十年不变。你先过来，小姐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冰冰，你好。大家好。不叫人换，人不换就换掉。冰冰吴林琛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冰冰的徐天。回来，来再鼓掌一次吧。谢谢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六零丁班的郑远轩。同学们开心吗？高兴吗？快乐吗？爽吗？筹备很久啊，从六月份开始的第一批次开始，然后呢就筹备到现在的一月份，为了也就是加拿大回来的赖竹娟跟美国回来的威廉，因为呢我们在一月份呢千挑万选选中今天这个黄道吉日来办同学会，希望在座吃好用好哈，然后呢要吃饱喝足，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这一刻，没有第二个42年，也希望呢我们现在的校友会能够发起明年后年乙班的甲班的丙班的，听到了吗？乙班的丙班的甲班的在哪里？甲班也都是来参加老师啊，我今天就来参加这个社代啊，对，最近几天那个社代都是他出现的，给他掌声快一点。来，麦克风传过去，麦克风传过去，换那一桌。讲两句话，同学讲两句话。太久不见了。我们最年轻的蔡春满小姐。哇，好年轻啊！我们跟永富兄鼓掌一下好不好？他找了好多人呐、啊，我最感谢他了。你看，好像还有游泳想要出来、啊。感谢，谢谢六年一班的曾永富哈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一班的吕玉亚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找一个很大出的，我们的周叔，哎呀，你要先攻过来。现在先，我今晚讲家里所有的名片，王春明，王春明。陈明宇，介绍介绍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很荣幸，王春明。如果六年兵到六年级
全年级哦，我来负责吧，你再搞定。好，我来明白，我来搞定了。真的有这个机会让我学习啊，谢谢谢谢，信任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你身上的那块名牌，通通是王纯林替各位的，请给他掌声好不好？真的，感谢他，很感谢他。我们今天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低班张喜山。希望来年再来，还有下次办200人的同学会。好，金牌我来啊！还有下一个。我是六年奖班的名单的，对，曾经我是排在前一二三名，没那么后面三名，干嘛去跑呀？所以他今天找了很多各班的人，我很感谢他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好。哦，不对了，人出希望啊！你班的同学，你班的同学，你班来六个而已，外带一个夫人。你班的，你班的，好了，来，你班同学，你班的同学，来，赶快坐，来，啊，你班请清场，啊，你班请清场。五班的，五班的，六班的同学，来，前面三个跟老师坐，后面四个站后面。来，美女，美女坐前面，美女坐前面，一枝独秀。就是我们丙班的同学跟我们唐老师合照，明年这张照片值100万啊！来，丙班的同学坐下，丙班的同学，丙班的同学，来坐下来，丙班的同学，丙班的同学，来坐下去，请就位。你那名牌不要忘了，大概才认得你。好，大家手牵手靠近一点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来恭喜阿弟啦！感恩感恩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笑一下。你们是什么？哥们，你们上不了我们。哎，不可以，来，一班的，一班的，一班的。尽量坐，尽量坐，尽量在后面椅子把它接一下，一班的同学。椅子都可以坐，来，第一排的同学，不要露大腿，露大腿看不到。这个是五班，几班呢？几班的？
百七万斤的超人。陈南那个美女是哪一位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是刘修夫人啊。哦，阿杰郎传的，阿南的是阿妹陈南应该出来，鼓掌谢谢。没错，还有刘修荣，一人当选两人补。出来出来出来！啊，我有刘修荣来出来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班上的你都肯定做我不管啊，我不管。来来来来来。来讲吧，阿达，阿达，达哥，我叫你达哥，叫阿达就不好了。达哥，来来来，阿达不好，达哥，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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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叫做 Line 啊，叫赖皮的赖啊。我不讲英文，英文的26个字母猜猜我都会，合起来我不会了。啊，都有一个赖，我们有一个叫校群。哎，物班呢？物班在哪里？物班的人呢？红果啊，红果不是物班的吗？另外就是甲乙丙丁戊己都有一个班群，这个班群啊，就是我们张省三替我们弄的，我们先给他一点鼓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各位，你如果没有加校群，请到各班班群去报到，啊，没有报到的，那就孤儿不行。因为我们爱你，那么下一次我们要办这个同学会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各班的联络人、负责人，好，大家记好，甲班报名。甲班啊，甲班六年甲班林达德，大家好，祝你们。照相，照相的，六年乙班林永清。六年丙班杨大伟。六年低班张喜山，六年五班李春红，六年几班陈兰英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时候不要鼓掌了、啊。甲乙丙丁戊己通通到齐了、啊，我们希望这个以后啊，叫做伪班长啊，因为班长不出来，伪班长啊。有要求吗？要求等一下。漏三点。我有三个杯子可以送给你，你不要跟我讲漏三点，我不敢看。等一下我看就好了，我再讲啊。这六个人哈，我们现在请他讲，他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班上啊，我们全体的同学会办得好。我们每个人家讲几句话啊。好吧，哎，那个有同学反映哈、哦，最主要是说今天唐老师啊带着我们这一群娃儿啊娃儿来到这边，那我们希望哈、哦、唐老师，下一次我们办的时候继续来指导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鼓掌！啊，这时候我要请唐浩方老师。会一直能够继续，因为啊，小学的同学会啊，这么长，真的很难得，希望你们一直继续下。那个唐老师说，让唐老师永远青春美丽，永远就是教我们的时候啊，就不到30岁，永远都30岁，除了家庭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各班的代表啊，给我们一点期许。甲班先来。你们好，我是六年甲班的林大哥。我是希望啊、哦，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哦，
像那个端午就对了哈，还是一般端。是啦，现在要自我介绍，一定要喝一杯了，哪有那么简单就可以结束啊？你要拿着。而且我们这个林达德是信主的，他现在不喝酒。阿门。感谢主啊，哈。对，香槟酒不能喝。放心，这个不用讲太多了，讲说他明年一定把人找到齐就好了。我。尽我们同学的力量，能在组群里面或是什么，我帮忙彻底的将六年甲班的组群找齐。希望有那个李志强什么同学能帮我，有时候沈山同学能帮我一下，谢谢。你沈山帮大家去交谈。没有，这个我们这次办这个同学会啊，也是很多人的帮忙支持啊，不然我们这次没办法办这么多人啊。尤其后面吴林春啊，这个是最后才出现的，这个我们都找他找好多次，然后都找不到，然后有好几个同学也都最后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再找更多的同学。在下一次同学会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同学都发挥，要什么？同心协力啊，一起再把没有找到同学再把他叫出来，然后上次或这次没有参加的同学也把他找出来，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